我看到一只呆，就在前面，前面草丛区，两只，刚好浮上来给我看到，这次一定要把它们搞起来。哎，竟然不咬，这边呆蛮精的哎。哦，糟糕，我觉得这边不是很好搞，因为照来讲，浮头的呆，哦，如果它是本身就掠食性蛮强的话，哦，看到我应该就是毫不犹豫冲过来了。但是他们现在。把我耳当空气一样，完全不理。好，显然是这个颜色，他们可能有点戒心，换个黑色。哦，通常我玩雷蛙啊，玩这种青蛙夹的话，我就是用两种，一个是黑色跟白色，其他颜色也可以啊。但是我自己使用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两个颜色哦，命中率比较高一点。通常在钓雷蛙的时候，哦，如果像这种比较近的场，会比较低调一点，人生也会压低，不要给他看到，我就躲在这个柱子后面。虽然说我很胖啊，这个柱子应该挡不住多少，但至少不要给他看出有在移动的物体那种感觉。哦，有没有听到？那边爆一下，超大声，一定是呆啊，一定是呆啊！只有呆这种大嘴巴，一口含下去的时候会造成这种类似气爆的声音，很屌。来，各位，我们换到一个排水沟。这排水沟看起来非常舒服，像茂盛的植坯，还有一堆水鸟，哦，看起来是绝佳打泰国里的好地方。然后一样，我是用黑色的，因为我看这黑蛮多红冠水鸡，然后它们腹部都是黑色的，用这个搞不好也是上个鱼会比较好。我个人建议，不管是哪里，一定要先丢岸上，因为这边水那么小，很容易就吓到它们，所以丢是岸边上比较保险的。我刚刚看到一个换气，换气很明显，试试看啊。我个人很喜欢打呆，是因为它在我们这路边排的时候就可以钓了，哦，不用说跑多远、跑多深山，轻松钓就有。哦，只是它们存在的环境有点哦，重，有点哦，重。重鱼才刚讲就重，很大，不是，爆那一下很大，我。哦，我才刚讲说钓呆很爽，很好玩，这个撞鱼哦，这只好像不错呢，来个三国旗啊，青天白日满地红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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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，啊，非带一只啊，爽！我才跟大家聊天的时候就中了一只，我在我前面蹦一下，刚刚回去看一下画面，应该是有了，应该是有拍到，舒服，一直呆。没有很大，大概40而已啊。欸，但是那个咬口哦非常大，刚换点第一杆就有。好，各位观众，这边好像有泰国鲤，试试看。这边这有个小水洼，通通感觉这种会聚集一堆泰国鲤哦。笑死我！这是什么东西啦？去哪？去哪？去哪？我带只呱呱，竟然咬我，咬我的青蛙！你青蛙咬青蛙，你觉得它跟你像吗？干什么东西啊你？好，先跟大家介绍一个，这叫虎皮蛙。啊，虎皮蛙以前还蛮常见的，那现在可能因为栖地破坏，还有一些环境被破坏的关系啊，造成它越来越少了。然后它是台湾目前最大的蛙，以前常在吃的田鸡啊，也是这种青蛙。好凶啊！
换到比较上游一点的地方。哇，这边可以坐钓范围更狭小。来看一下，有没有展现一个极限操作？哎，中鱼了哎！我不知道哎，竟然中鱼了！哇哇哇！糟糕！哎，刚才一落水就咬，一落水就咬，我根本不知道，我就觉得我耳被扯一下，结果中鱼了。还在。哎，我刚竟然不知道中鱼，然后我在发呆，往我那边看，中一只跑掉。各位，我们已经延迟养竿了，真的打玩这个也是像死的，可能钩子真的没打进去。我开箱位置已经离它咬位置已经大概一段距离了，我已经给它慢慢吞了，我给它慢慢跑了，就还是没有中，可惜。好，各位观众，今天又来南部弄奖。不过为什么每次换南部来、啊、然后南部真的是不能错过打呆的机会哦。然后我刚刚在附近遇到一个钓鱼的阿伯了，问他说这边狗呆多不多，然后他说跟麻雀一样多啊。好了，现在来到一个神秘野池 A 号。南部其实沿海地区啊，很多这种废弃或是没有管理的池塘，里面其实惊喜蛮多的。这个地方有点难抛头啊，试着站前面一点。对，怎样？开局第一杆就卡成这样了。其实我应该没有在这种地方拍过影片，来看一下。哦，上面完完全全是浮萍啊。那这种场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呆比较不会藏在草边哦，它可能会四处游走，因为整个水面都是它的障碍物。你可以看一下，我雷蛙变成芥末雷蛙，上面卡的都是一堆浮萍啊。咬了一下，哎、欸，还有中鱼，反正收干了嘞。那孩子，噗噗，卡我的乌蛙直接爆掉。那个呆咬得多凶啊！噗噗，中一只呆，小小呆。我看那颜色很黑，我发现只要水越清澈的地方，呆颜色越浅。哦，可能是保护色的关系。哦，像这种阳光比较照不到，它的颜色就比较深。各位观众，我的蛙脱缸了，本来这边有一个配重千块，但是刚刚我会打一下直接碎掉，
哦，所以这边拿一个胶来补一下。啊，这个胶是我拿来补 SUP 的，但是它的好处是凝固非常快，哦，又防水。稍微给它涂一下，好像就好了。这样应该就是没问题的啦。换一只粉红淡蛙，哦，这个体积小，入口性就比较好了。飞了！啊，我刚刚看到旁边换气就撸过去，哎，没打进去，体型差不多，奇怪，延迟阳竿了。在这边掉了，有史以来掉最烙塞的一次，只起一只，剩下的钩子没打进去，脱钩的、爆线的都有。哇，啊，可能是我真的太久没打呆了，我上次打呆可能已经是半年前了，最近都在玩海水。好，我现在呢就来到布袋，哎，布袋这上次我拍过一支影片，然后呢我要来去吃一个生猛海鲜。哎，你好。我要两份外带。好，看一下那个，因为我们这里就是旁边都会摆盘，然后他们都会摆得很奇怪，对，然后我们就在最里面，所以很多客人都找不到。这家烤鲜客来布袋一定要吃一下，好不好？上次吃过吓到，很好吃，每颗都蛮甜。好，这次啊一次点两盘，哎，不知道晚上会发生什么事情。你们是自己家里也有在种这样子？有哦，我刚在家里的时候是哦，所以就今天的，今天采下来就直接种过来，新鲜的。太晚就是脱掉，因为我们也有宅配，都是给餐厅的。有宅配吗？是啊，那我明天再拍一下。哎，来吃一下好久没吃的鲜蚵了。哼，甜呐。来喝一下它的海水混合汁，哦，感觉最近布袋的海水镁含量比较高。我之前其实有去澎湖吃过，澎湖吃起来就是没有那么大颗，然后没有那么肥美，吃起来汁也没有那么甜。你们去吃两个，爽，咸味。哇，这个很大，然后跟壳差不多。可以，下次我一定要带土豆来报复性消费这家店，把它吃垮，看土豆可以吃几颗。